Hello， 二年丙班的宝贝们，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这是快乐星期二线上课程。那今天绿绿老师会委托小助教猫咪老师帮大家把笔带回去，还有把你们上次有角角的这么美的送给妈妈的缠绕卡也带回去，那还有你们的作业也会带回去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这些美丽的礼物就先帮老师呢保存起来，放在你身边。那今天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书签纸，打开是这个样子的，好，一人一张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完成的是这个样子的萱草花，萱草花。那它需要的第一个是粉彩，第二个是我们的绿老师送给大家的黑笔、缠绕偏笔，还有这个二 B 的笔，还有我们的纸笔。好，那现在呢要麻烦大家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铅笔，二 B 铅笔、纸笔跟偏笔放在你的桌上，然后呢粉彩先收起来，然后把你的小卡片准备好，跟着绿绿老师一起前进。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五月份感恩月，然后金针花、萱草花的书签。等你完成了之后，我们会给你一个透明的书签套，把它套起来 ，OK？
小小的姑娘，把它别在。